我直接去大房子吧。机械师。弹，不对，怀表机械师。拉球了吧？定了。他没拉球，他跳二名了，然后又回去了。我看一下，不打算救了，直接走。嘛，这个地方，真是的。心太炸了呀！下次记住了，那个地方穿不了。这不是修到最后一无所有吗？发现训练赛确实有用啊！我这几天根本就没怎么打屠夫，训练了一波，贼准。不要紧，等拿飞了，地窖也刷不出来了。
小木屋这边有两个人。投降。还有吗？应该还有一个。没看见人，跑了估计。到底了。等一个不认吧，反正这边也杀不死。还是失误了很多，佣兵过来了。小木屋是祭司，起装箱是佣兵，点亮的是先知。我又骑了，我在干嘛啊？这可不行啊，老空刀。先知在补，两个人在摸，小木屋两个人接手，这个人要卖了，救不到了，其实要把他摸好。哎，哦，直接传。完了，还是用兵救，能蓄力就蓄力刀吧，不然清刀老空。又补不完，他防了一手。
倒地接洞补了。出刀太急了，不然能饿晕。感觉这个阵容就跟第一手一样，佣兵在二楼，二号站跳下去了，把灯关了。我想拿他开刀来着。开不开？不行，赶不上。如果提前放肆就好了。会特别爽的吧，没得有张狂。你敢救吗？双兔丝了解一下。这边不挂先知了，把先知放了。起来了，
修炼机。 谁在跑啊？其实不用管，我感觉像前锋。 哎呀，无刃空了第一刀，基本上是没了。三层，真的假的？ 没有 VIP， 这已经一年了，我应该点的愤怒加快了。 挂不了了，换人杀。 撞了那么久，把我救了。嗯。
多半是卖了，黑妹救不了，磁碟刚修完。好的，先知不是磁碟，磁碟飞了。这十几刀稳一点，对面还有机会，空了就没了。怎么又三层了？动吧，没有动啊。